老袁，我是总理。选班长的事儿吧？是。那你送啊？怎么又拎回来了？人家不收是吧？少爷，你就别问了。我知道我违反了禁酒令，不该把酒拿到营区里。这事你要处分就处分我吧，跟郎班长没关系。是我的错，都怪我，都怪我人缘太差了，是我不好。来，把头抬起来说话。抬起来。欧阳俊啊，欧阳俊，你知道你的组织问题，为什么申请了两次都没通过吗？知道。为什么？没人理解我，知道我不是一个坏人，可是没有人理解我。我理解你，我知道你不是个坏人。有些话呀，我一直想对你说，有时候第一名真的没那么重要，当不当班长也没那么重要。人和人之间是以心换心，根本不是东风压倒西风。来，你过来。你看天上的星星，每一颗都那么闪耀。可你看哪颗星星掩盖了其他星星的光芒了吗？没有吧，连月亮都做不到。做男人把心打开，要像星星一样互相照耀，听懂了吗？东西留下，媳妇验证。